谢大队长，我们是良民，他敢藏共产党啊！老总，我给您倒杯水去。哎妈，哪能给谢大队长喝水呀？我从餐厅拿了瓶洋酒，在楼上，你去拿。快去啊！哎，快起来，没事吧？没事。 喝灯油啊！拿酒去。哎妈，妈，你快点啊！快点啊！哎，您用。走。哎，慢点啊！ 杨柳劲儿还挺大，哦，没事儿，老戴，照顾好学姐，慢点，慢点，改天再来啊！喊什么喊？告诉我，改天再来啊！应该没事儿了。 今天麻烦你了，看你说的，我不管你，还能让你死到大街上去啊？其实，你今天首先想到能来找我，我心里挺高兴的。我明天一大早我就走。 不是我不留你们，这已经不安全了。那你想办法得把这孩子送出去呀，不能让他拖累你。你还记得你以前住在哪儿吗？你告诉我，我送你回去。在哪儿啊？想想，我以前在丰镇住过。 我干爷爷跟干奶奶他们在那儿。丰镇，正好每天清晨都有去丰镇的火车，趁着现在天黑，我送你们去火车站。去丰镇的车票，一会儿咱们就能上车了。嗯。怎么了你？啊？你不用管我。我怎么不用管你啊？我还送你回去呢。我自己回去。 你自己怎么回去啊？你借我点钱，在车上买东西。为什么呀？我恨你。为什么要恨我？我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还恨我？你是我妈妈，你不承认，你就是不想要我。 你怎么了？痒痒啊？哪儿痒啊？我帮你抓抓。哎呀，你身上怎么这么多红点啊？是不是衣服太脏，长虱子了？来，你站起来，站起来。来，你干嘛？你是女的。小孩子怕什么呀？我帮你把脏衣服给脱了啊！来，身上长了那么多包，这衣服得有多脏啊？来，快脱下来。
我给你换一件啊。这怎么是女孩的衣服呀？这是我小时候的衣服。 换了你不换呢？我又没长虱子，我干嘛要换衣服啊？你要是换了，咱俩之前的恩怨就一笔勾销。真的，你别骗我啊！嗯。上面说要找男孩女孩，就你这脑子还想吃公家饭？记住了，是个六岁的男孩。从哪儿来的？就你一个人？这谁家孩子？谁家的孩子？ 我的孩子，对不起，我的孩子，孩子是你什么人呀？他是我女儿啊。这么年轻，孩子这么大了，把孩子看好了，万一让拍花子拍走了，你想哭都找不着坟头。啊，谢谢。你呢？看我什么呀？好看吗？好看。孩子，我跟你说，你是共产党的孩子，会有危险的。所以这一路上呢，你就是我的女儿，我是你的妈妈，听见了吗？嗯。那咱们试一次，我叫你女儿，你就叫我一声妈妈，好吗？女儿。妈妈。 妈妈在呢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她。爸爸已经死了，孩子，别难过。叫金宝，哪两个字啊？金子的金。 宝贝的宝。报告处长，车站确实有人看到一个年轻女孩带着六岁模样的小孩上了火车，小孩的特征符合描述。知道了，你先出去吧。是。 林先生的消息还是准确的，孩子的老家就在丰镇。处长，他们为什么要出城去接头？这样不是很危险吗？这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是有成效的。他们在城里已经没有安身的地方了。要我马上派人去火车站抓捕他们吗？不，已经来不及了。 安排人，在他的老宅埋伏。凡是和他们接触的，见一个抓一个。是。前面的村子就是了。慢慢，快点！哎，慢点啊！应该就是这儿了。看样子，我们赶在了他们的前面。这次不能让他们再跑了，连个女人和孩子都抓不住。回去怎么交账啊？你们听好了。
我们要保护好自己，尽量少开枪。大人死活我不管，孩子必须要活的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老地方掩蔽。 没事了，他们都走了啊。万爷爷，我跟奶奶他们都死了，我什么亲人都没有了。金宝，别难过，你不是还有妈妈吗？我的家都没了，他怎么来找我呀？金宝，我们回北平吧，我去找到那些共产党的叔叔和阿姨，让他们帮你找妈妈。 听说徐丽婷把陶思正派到丰镇去了，那可是金宝的老家呀，说不定宁广东和金宝已经回到那儿了。那儿更危险了，敌人围剿这么严重，那个地方进去就出不来。如果是那样，也只好依靠我们的群众了。我再看看有没有其他办法。老郝，这事交给你了。小博，唐营那条线千万不能断。 万一宁广东藏在他们家，我们好能跟他们联系上。姓唐的，这儿。我告诉你啊，要是有那小兔崽的消息，你马上报告。你胆敢窝藏，你死路一条。听明白了吧？ 你要是知道不说，就是死罪，啊！明白。回去吧。快快跟上，虹口大街37号。 明天，张书记亲自来这里，传达中央对北平特委的紧急指示。我们支部只有一位同志撤离了，其余的全部遇难了。我们活下来的同志都隐藏起来，我们的党员要坚强地活下去，包括我们的孩子。 这是革命的火种啊！小博，快撤！敌人来了，不可能啊！这是个最隐蔽的地方，除了我们几个，只有高层知道这个联络点呢。快，赶紧把机要文件收起来，带走。对，发报告诉其他人，不要再来这里。快！是。孩子呢？没找到。你们两个走，一定要找到孩子。你们撤。 我来掩护。小博，这是命令，然后带他走。服从命令。机要文件全在这里了。发报完毕，立即撤离。好。副座，带上。小博。
铁换花嘞，卖花嘞，废铜烂铁换花嘞，卖花嘞，废铜烂铁换花嘞。行啊。 唐小姐，哎呀，幸会幸会！您府上是在这儿啊？你是谁？在下姓王，是民主报的记者。在您的饭店里边，我们曾经有过两面之缘。上次唐小姐是短头发，这样的。 给王某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今天有缘跟您相遇，实在是三生有幸。冒昧的问唐小姐一句，您订婚了吗？没有。那太好了，能不能给王某一个机会，跟唐小姐做进一步的接触？追我的人可多了，我看你是约不出去我的，不信你看，徐叔啊。 来拿，连我们家的垃圾都要过目两遍。王先生，请回吧。啊，那既然唐小姐现在不方便，那就等您方便的时候。这是我的名片。 相遇也没有什么可送给您的，那我就送您一盆花，略表心意，请您笑纳。啊，请唐小姐有空的时候给我打电话，我请您吃。 广东菜，他是来这广东的。好，我也喜欢吃广东菜。小姐，您的好纸钱。谢谢。谢谢。好。乡下的危险，咱们该怎么办呀？ 孩子的姓名，金宝。孩子的年龄、出生年月日，不要胡乱变他的姓名和年龄。孩子就在这儿，我自己去问吧。我，这个孩子和你是什么关系？我们两个人没有关系。这孩子。
是共产党的孩子吗？这孩子我们不能收，我们这立马讹了。为什么？共产党的孩子就不是孩子了吗？你们上帝为了救赎世人，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。我原来以为你们是宽容的、仁慈的，没想到你们竟然见死不救。 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孩子，而是伤白一个孩子，受到安全威胁。你是我，也会这么做。我告诉你我怎么做。如果你们不留下孩子，我就去举报你们，说你们这里有共产党。还有谁知道你把孩子送到这里来了吗？没有人知道。你千万要记住。 不要跟任何人说你把孩子闹这里来了。就算有一天他的家人找你想要回孩子，你要弄清楚是真的还是假的。我记住了，宁小姐，你是一个善良的人。我为我刚刚说的话向您道歉。你可以留下孩子吗？ 放心吧，这孩子我就留下了。谢谢。金宝，你好。木木，你好。宝宝真乖。你们两个人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金宝，这里有很多很多小朋友，你们在一起呀，一定会很高兴的。 就跟你在一起，金宝才是最高兴的。妈妈，我相信你，你一定会回来接我。相信妈妈，妈妈一定会很快回来接你的。拉钩，拉钩上吊。你也说，我们一起说才算数。拉钩上吊，一百一。 你们的感情那么好，还是回去一起生活吧。妈妈，你快走，早回来。你快走，你快走。 消息晚了，这种错绝不允许有第二次。去，把人给我抓了吧。哎，不是，徐处长，我抓呀！不行不行，我就一小混混，我跟着您身后，我狐假虎威就行了。我呀，啥意思？徐处长派的任务。
推脱三次，基本上就甭想有下顿饭吃了。没有，没有，去！我绝对没有推脱，我这条贱命我还想留着，我活着呢，我。哎呀，地面上的道道，你比我清楚。 万只糖药铺，就说我来取肖先生订的党参。肖先生订的党参有吗？小姐，是给孩子用吗？啊，对对对，那好，你把地址留下来，煎好了我们给您送去。好。 买什么？党参啊！买给谁啊？买给自己啊！看你身体健健康康的，买党参治什么？我气血不足，补气啊！老总啊，您是来买药啊，还是来办案呢？有人举报，说这有共党成员进出。哎呦，老总啊，我们是药店，进出我们这的人呐，都是些病人。至于他是共党还是土匪，我们既不敢盘问。 也拦不住，不是？别跟我废话，上面有命令，给我搜！哎，老总，老总，小心！老总，老总啊，这都是药啊！快，这里已经暴露了，把孩子交给一个叫肖博的人，快走！啊，站住！过来，手里拿什么？哎呀，老总，捂住口鼻，捂住脸呐！ 这是玄冥粉呐，吸多了会露鼻根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站住！哎呀，喜乐一女招待宁广东。哎呀，你够宁的呀，终于见面了。我们兄弟弄个车。 天天在这儿守着你，你北平还有一个妈，这事儿你瞒不了薛鄂，你早晚得回来，怎么样？今天终于让我们给盼回来了啊！我们得把你供起来呀！啊，晨昏三叩首，早晚一炉香啊！兄弟们，这是财神呐，来拜拜。你们要干什么呀？孩子。 什么孩子呀？就是那女共产党领的那个孩子。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那孩子喊了你几声妈，共产党的孩子喊你妈，那你也是共产党。我不是共产党。那个女共产党跑的时候，之前你给她上过菜单，你们俩是同伙。 你怎么血口喷人呢？我还就喷你一身血了，怎么着吧？我告诉你，那个女共产党死了，你挡了我们兄弟的财路，我们兄弟不能白忙活一通。说，那个小兔崽子哪儿了？
我不知道，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我宰了你！你凭什么杀我呀？你有本事把全北平的人全都杀了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说出来！就你们会玩刀啊？不是二哥，你不是让我捅了他吗？我说宰了他你就捅了他呀？啊！万一孩子他手里呢？你把他捅死了，我上哪儿找孩子去？这也是啊。 那我揍他！哎呦！你们要干什么呀？ 划我车呢！不是我弄的，我也不抓你了，我也不管你要人了。你赔我车，赔我车钱。哎，啊，咱这车什么牌子来着？道奇呀！多少钱买的？500大洋。那他应该赔咱多少钱？500大洋？那500大洋，这花花这一道就500大洋，像话吗？这不是讹人吗？200吧，200现大洋，拿钱。 200块钱拿洋，我没有钱，老钱，我只有这帮药，你们拿去吧。你死吧你！哎，好大本事，这么多人欺负一姑娘。哎，兄弟啊，你是干什么的呀？啊？ 我早看上他了，他是我的人，给个面。我给你什么面啊？这是共产党。就他，还共产党呢？你见过共产党？来，我看看，我看看看看。哎呀，不就赔点钱吗？这多少钱啊？500。 现大洋，多少钱你赔得起吗你啊？全是银票，自个儿拿。喂！这现在是我的。 哥，已经赔给你了，啊！现在该你赔我了。我赔你什么？我赔你啊！该打几下啊？2下。一下1500，你还差我1500。喂，他那脸比我这车还值钱。 不是你，你谁呀？兄弟，留个名吧，啊，兴许以后咱们低头不见抬头见呢。没这个必要。你今天不说出个名来，我先弄死你。 英雄协力，恢复汉家天下，豪杰同心，扫灭群奸，定家方。这话我听着熟。青帮的学生堂主，北大法律系，姓肖。13岁的时候。 500里外替朋友砍了仇人的一只胳膊，不对呀，那人有把扇子。后会有期。
看着眼熟呢？谢谢你啊，林小姐，上次在餐厅多有得罪了，不过你也捅了我一刀，啊，咱俩就算是扯平了。原来是你啊，你们都是一伙的。告诉我，金宝在哪？什么金宝啊？我不知道。就是那个孩子，在喜乐意餐厅管你叫妈妈的那个孩子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是有一个孩子叫我妈妈，可是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在叫谁，我也不认识他呀。别装了，是你从黄瘸子夫妇那儿把金宝给弄走了吧？我没有。不信。你把他们叫来，我可以当面指认啊。黄瘸子夫妇罪大恶极，死有余辜，我已经把他们打死。告诉你吧，我是孩子的舅舅。你是孩子的舅舅，我也没办法，我真的不知道。这样吧，你告诉我，这里的钱全都归你，怎么样？我是很缺钱，我一辈子也挣不了这么多钱。可是我不知道孩子在哪儿，我怎么告诉你啊？好，你走吧，走吧。害怕，害怕就告诉我孩子在哪儿。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孩子在哪儿。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是共产党。你上次你还说你是帮会的人呢，这不是为了救你吗？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都是报纸，还有钱。那你还说你是大学生？你见过这么老的大学生吗？刚才吓唬你、骗你，也是不得已。但是无论如何，请你相信，我绝对不会伤害你的。你说了那么多，都是为了那个孩子，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。你怎么才能相信我呀？我告诉你，现在不光我们在找，国民党也在找。如果让他们找着，这孩子就完蛋了。这孩子对我来说太重要了，我求求你了。
生一世不忘记。千山万水，我追寻着你，想起你泪如雨，一生一世不忘记，不忘记。